会去看一下他。哇，你这个实在跳到太 heavy 的话题了，我真的是，我真的久久没办法，没办法面对这个世界，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怕，还是觉得心好痛哦。你要怎么谢谢送你鞋的人？谢谢，谢谢，好累哦，还是起不来，一定要有人抱我。每次来我都一定会飞扑他，然后他每次都是很 gentleman 的，会就是又害羞可是又很 gentleman 的把我接住，他 always 都表现出就是让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很可爱啊什么的，他就是一个很温暖然后非常绅士风度的男性。我欣赏他的非常有礼貌，每一次就是我还没有过去的时候他都先过来说哎姐谢谢你的照顾，他就是这么有礼貌。会去看一下他吗？哇，你这个实在跳到太 heavy 的话题，因为当时那个我是在房间好像在包在看书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手机就响，然后就突然出现那个高以翔的新闻，网络不是常会有那种随便的留言，然后我老公就回来，我说 baby 你有看到那什么高以翔的事情吗？他说对啊他过世了。我说真的还假的？他说对啊。然后我真的久久没办法面对这个世界，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怕。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好久好久，然后我就说别别你去帮我拿一个那个止痛药。然后他说你怎么了？我说因为我那个就是生理期不舒服。然后等到他拿止痛药过来的时候，他就说别别你有痛到需要大哭吗？我说我不是因为痛在哭，是因为很想念高以翔，我在哭，然后那天就哭了好几次，然后我到直到今天，我都觉得我还会时不时的看他上我们节目的影片，或者是他各个照片啊等等的，还是觉得心好痛哦。然后我希望所有爱他的人，尤其是他的家人，我觉得真的是你们一定会很辛苦，一定要节哀。然后我相信他一定是到天堂去当一个最帅的天使，然后喜欢他的朋友真的不要忘记他，就是时不时的，就是像我们这样聊他什么的，记得他的美好。我就在姐妹群组说，你们有看到这个新闻，就是高以翔竟然过世哎，然后范范他们就说他早就已经为他哭了不知道多少眼泪，因为他犯到一个黑人的哦，对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也在那哭，在家里哭，那么健康，然后他就是爱运动什么什么的。现在想想都觉得真的好好替他家人觉得揪心。之前有接过类似对岸真人秀节目的邀约，常常接到真人秀的邀约，不过比较激烈，像那种就是体力的，体力我是不会接的，体力有印象的。好像没有那么激烈的耶，所以还是会看看内容。就是我，因为我常常跟大家讲说，我是一个很懒散的艺人，然后工作时数不能太长，也不能太累，然后我还要回家看小孩，所以我就是不能就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什么的，所以他们这个公司都会帮我过滤什么的。我觉得这个节目，如果是我要去参加的话，我一定说。不可能让我从头跑到尾巴，一定中间会有一段是什么 setting 好或什么的。对，结果没想到竟然是从头到尾真的让你这样跑一遍，后面还有人追。所以我觉得那些参加的艺人应该其实不止高以翔他真的故事而已，好像之前也有很多艺人受伤、所以那些艺人一定是没想到他们既然是来真的。然后现在真的发生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他们节目组自己一定是完全性的吓坏，然后我想应该会，这个节目应该我不知道会不会继续下去。目前是挺对啊，挺那时候已经闹出人命了。那这样之后去对岸工作，你会有顾虑？会，对啊，顾虑会更多吗？还有，因为我去对岸做的节目都是坐着谈话性节目，所以除非我对岸坐太久，然后哪里不舒服，不然乱说。
不然应该我主持的节目应该是还好啦，对，嗯，就是比较静态的那一种。对，我是一定要静态的，嗯，我动态不了。真正花体力的是那个姐姐的花店。哦，对，跟欧阳娜娜，因为飞很远呢。哦，对。然后每天要在那边扛那些花什么什么，就真的是要扛花，然后真的要卖花什么什么。那个确实是有把我累到，从头录到尾，完全没有让你喘息的空间。他们的录制有喘息的空间，嗯，就是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，你就把那个镜头盖起来，不然镜头是还在那边的，对。对，啊，还有厕所也可以喘息一下，因为他不可能播你厕所的画面。可是工作时间真的相较台湾是 overtime 的，嗯。不会，我觉得台湾也有很多节目也很拼啊，像宪哥那个节目不是拼到拼的要死要活的。可是他不会半夜录，因为大陆那个是半夜。我们那个真人秀没有到半夜，没有，哦，对，嗯，因为有我在的节目我都不会让，都会说快一点，为什么要后采？每天到后采什么？今天不是就没事发生吗？哎呀，那就讲两句就好。所以我是很严格的在控管整个那个厅，所以那个花店算是你的极限了，最累就是那个样子。对，哦。然后我们真的朋友是，因为是真的跟姐妹去玩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，嗯。如果不是跟姐妹的话，我就会说有需要这样子吗？有需要去那个庙那边去干嘛？看那个庙值有值得看吗？可是因为是跟姐妹去，所以就想说好吧，去留个纪念。所以你也是蛮懂得保护自己。自宫自宫神犬，我会自宫，因为我会觉得说观众会想要看明星去看庙吗？